那庙呢？庙的那个前面这里已经改了，2023年看到已经改了。哎，还是今年2024年看到改的。啊，去年为了地籍图重测，有去大红南天宫开会，还发现那个已经盖了，盖的比较高，更庄严了。南天雷部大圣是那个旧的通往那个下林里那个道路的走梯往左边，那罗元帅是在东边，就在那个地头港桥东边大概50公尺有，还有那个南边梯往积水溪南边堤防旁边。